那个就是我概念里面的神。那神在我们的良心上面刻画了他的律法，那这个律法就是咱一般，不管你是佛教、道教、回教或是基督教，你说哎呀天下的宗教都一样，因为他们所主张的道德标准都是一样嘛，所以显然宗教之间有个集合。对不起，那些道德标准是神在每一个人的良心上面早就给你 review 了。还有啊，那 depend， 我现在请你闭目，然后呢30秒钟祷告。OK， 想这袂当做 bitch， 迄间的灵气袂歹哦，还是想这这个脏话是这个是谁造的？我造的，我是业余的摄影师啊。啊，这物件都爱下班时间，差不多6:45塞车去啊，雷当都 beach。啊，今嘛日头拢8点在落山，啊，三脚架架起来坐一下。啊，今嘛到8点，差不多7:00，日头落山，然后你在15分钟内要赶快造，不然稍纵即逝。日头落山了，15分钟来。的光线是这么漂亮的，啊，这个是洛杉矶的夜景。你打祷告你的行者，你没有想景啊，你有没有想雾？好漂亮的花，还是像我一样，我在想我老婆，我老婆站在花旁边。啊，不管怎么样，每一个男人都应该觉得他老婆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对不对？啊，还是你在想你爸爸？这是我爸爸，我爸爸比较眼大。我问你啊，你闭眼睛在祷告的时候，你祷告的对象是谁？请问你，你跟谁祷告？你脑袋里面在想什么？你碰上你的比例。OK， 我有两个 motto， 第一个 motto 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我 I'm what I eat， OK。 去医生家啊，鸡肉我就给放在八步，啊，怎么起来？嘿，还在那边，起个地还在那边两把，嘿，何叔来，放在两把，然后再移移移，我说动一下，208，那开始啊，你给他下209，所以我那边摔跤跌死人。You are what you eat. The other thing is, you are what you think. You are what you believe. 你相信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样子的人，非常的重要。那你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想到什么？天父。你会想到神，一个主体。神在基督教里面，神是什么？ A person， 不是一个objectless， 没有 object 的 conscience。 OK， 神在基督教里面是具体的，所以我们说天父，我们跟他之间有个关系啊。来，所以我刚刚问你，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脑袋里面在想什么？想洛杉矶的这个，这什么你知道吗？迪士尼的 concert 吼，那天我去出庭啊，都要收早稿，紧张收早稿，所以7:45就到，啊8:30停，所以我早去换你的出会定啊。我出门都有一个习惯，正式的照相机在那边，傻瓜照相机在这里，哎呀大台拍照，这个放在这边，所以我看到那个景色我就把它照起来。那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OK， 林志森林版齁，这个美术派齁，说咱台湾是属于美国的齁，啊现在美国关系打输台湾属于上的日本天皇的哈。 OK， 啊，伊即摆理论就讲，我那主张讲这是台湾，阁是日本的，是巩固万国公法。啊，林志胜的万国公法对倒来，你知无？就是美国的宪法和宪法条第一条第八节第10项，哈，伊讲吼，美国的联邦的宪法授权和美国国会来定义来处罚安怎。Offenses against the law of nations， 违反
美国跟国之间必须遵守的这个法律的犯罪行为，美国的国会有权利去处罚这个行为，包括什么海盗啊，对不对？包括其他的犯罪啊。刚刚我讲的那个季教授的事情我忘了讲完哈。阿姨跟他讲，你卖公宗教，我讲法律本来就是根据宗教啊，所以我不讲宗教我就回家了，今天的通告会赚不到啊。我讲哦，我读法律哦，读上无滴尾，我即马58，读40年，吼、哦，对政治大学到即马，啊，我研究的结果就是讲，所有的法律都是根据神的自然法而来 ，OK， 不可以脱离的神的自然法，脱离神的自然的法律，就是人造的法律，那个人造的法律必须要用神的法律来审视，它才有它的正当性 ，OK。啊、我讲啊，全世界的法律虽然山海阻隔，哦、啊，人种文化不一样，但是呢，我研究过所有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发现他们有很多共通的法律。虽然他们语言不通、交通不通、文化隔阂，我说过几个例子，有的文化你可以娶很多老婆，有的文化你只可以娶一个老婆，但是没有一个文化你可以跟别人老婆睡觉，就算在阿拉伯来，那个人说我有30几个人啊，哎，一个人老话都应付，啊，无今日第三你给他小娶一个，啊，是迄个姓薛的讲那是我小五，嘿嘿 ，take care 一下，可以吗 ？No， 因为神的律法里面说什么，不可犯奸淫，那个法律语言不一样、文化不一样的种族里面就有存在那条法律。为什么要存在那条法律？那无这条法律，人抬死了了，今日困你莫名，明仔困你小肥，对吧？社会道德情坏，人因为那个嫉妒心的驱使，变成磨砂到处。所以这个是神在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怎么样刻画了这个他的法律啊？里面还包括其他什么？不可以偷窃，哎。那你很奇怪，你说没有神，或是你的神跟我的神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有礼拜天呢、啊？我们大家都是过7天一个周期的吧？为什么？是不是有一个 the law of nations 有一个全世界宇宙这个立法委员啊，周习伟当主席啊？那由他来决定说有这个法律，每一个种族他都必须过7天一个周期，我们把它叫做星期。那你们基督教把它叫礼拜是 OK， 但是就是7天一个周期，没有哎。那可是为什么有这个状况 ？Because there's a natural law. The law was written in your heart. You cannot remove it. OK， 你要做歹代志时阵，中国人讲举头三尺有什么声明啊？你会怎么 feel 什么 sense of guilt？ Right？ Where did that sense of guilt come from？ The natural law.The law prescribed by God. Okay. 这个一个翻作万国公法，其实不是这个 The Law of Nations 根据美国法学者的解释哈 ，The Law of Nations 不是国际公法，也不是所谓的万国公法，是国家跟国家之间他们必须遵守的 underlying principle of rights and justice， 权利跟正义这个原则所必须遵守的。这个法理学，这个法理学哪边来的？告诉我哪边来的？如果美国制定个 The Law of Nations， 你想苏俄会同意吗？你想北韩会同意吗？绝对不会同意啊！可是我们就有一个 The Law of Nations， 大家必须遵守。哎，另外呢，我们讲的条约、公约，那个是什么？那个是 The Body of Treaties， 条约。Contract and conventions between nations， 国家跟国家以它为一个法人、一个个体的地位所成立的一个 contract， 那个叫条约。所以 the law of nations 指的是什么？自然法。OK， 如果你要讲国际公法，那是 treaties。OK， conventions。所以呢，好，那 who made the law of nations？ 你的答案有了哈。